今年东京电玩展，史克威尔艾尼克斯宣布，原本 RPG 超大作 Final Fantasy XIII 不会在日本地区推出 Xbox 360版本，但还是自打嘴巴又改口 ，FF13 会在日本推出 Xbox 360版本，预计12月16日推出。虽然日本 Xbox 360玩家比起 PS3 玩家晚了一年多才玩到，但总比没得玩好，也就加减玩看看吧。而 Xbox 360日版的 FF13 将会以英文发音为主，并同步收入了日文与英文字幕、追加新事件、简单模式等内容。而最新的预告影片也公布了，看起来是颇热血啦。而万代南梦宫也将代理 FF13 的日文 Xbox 360版本，12月16日同步在台推出，并提供特制手册为首卖特点。Right. Over Bartandalus's dead body.